Hello，大家好。今天又要去趟门儿，去成都。我有个战友结婚，外加请百日宴。我已经退伍有7年了，7年没有见过面。当时我大儿子请满月，就是人家开车从成都过来，都过来耍了趟。就是他结婚，我无论如何我都要过去，顺便大家聚一下。现在我到车站去了，等着坐车，坐了30个小时的车到成都了。这里是哪个地方？东南西北都找不归。我等到我战友来接我，啊，马上弄的，还有点凉。大城市就是繁华呀，好多菜，乡巴头来的。啊，就是高架桥底下。啊，我看了彩虹桥啊。我正在找的，别慌，我看了这，我看这天桥正在闪，这彩虹桥在哪面哦？好嘛。本来发了位置，居然来走错了，哎呀，还是地道的成都人。现在我就走了。朱班长。Hello， 吴班长。走。再给我干了哈。我咋的？我一起挂。先走上去，我们两个起过。走嘛。哎呀，给我干了。走那边出去，一口气登上去嘛。你也凶啊你。晓得你本事大，你骑得上天桥哦。你来大哥的啊，生意怎么样？没开了，今年。就拉成整抖音了。啊，对啊。朱班长，我点菜，你点噻。别点多了，这儿吃不完。还有谁上过？谁上？我吧，好久没吃。哦。不要吃好狠了，不然你身体的要长一些，晓得不？我中间说，主任你慢慢吃。好。多点吃。大爷，你还方便点轻的东西？我先吃喽。我有多凉哦？你去那儿没给你包宿舍？还没我来干一次，反正。Hello。总有多凉哦，我总有干洗了不？不要你。你别四点半了哦。像老板都干不到了喂。哟，杨老板，大爷，那会儿走嘛，终于来了嗦。你这老板，你跟明哥感情好，你人家整。你晓得嘛？就是我不洗澡，准备零点来。你要收拾一下嘛你。去别城市，给你拍帅的。来，这样子要上，要上电视，不好意思。朱班长，你好不？哎，都来了。来，谢谢。哟，好不？马上去九大湾了。7年没有到这个地方，没有啥子变化的，但是几个地方发展的更好了。现在我带大家看一下我战友这个家小别墅，你看后面，好。我来的这个战友，那儿我们是一个班的，他是我的班副，关系多好的，一晃几年没见了。唯一的变化就是长胖了，而我却咋不吃都不长。这儿就是我战友的房子。这个好漂亮，小别墅在农村来说，门口还有个草坪，这边这个爸爸就专门摆饭的。现在开始吃饭，品尝点成都的九大碗。这是来摆造型了。看到就想吃。
老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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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吃过了，吃得太好了。但是先占用。还整了个红蛋，我以为是鸡蛋，结果是可可里面。煎花椰的，我跟你说的嘛。真的花椰煎完些。还整的啥子嘛是？煎完也唱点歌，跳点舞，就是整个图一玩耍一下。还有这，还有这种说，中午饭吃了。现在开始坐高铁来都江堰，坐高铁去成都，然后又坐车回去了。短暂的相聚，总会有离别。虽然是舍不得，但是个人有个人的事业吧。回家，顺利到家，然后想坐车坐的有点久今天。燕儿，快过来。这面呀，这面中间来，爸爸给你带了个东西。看这是什么？给你，这个不是鸡蛋哦。爸爸，这是球球蛋吗？你自己打开看嘛。你看，爸爸从成都给你包回来。哎呦，打不开，因为我打不开。我打开，有布丁糖和。喜不喜欢呀？喜欢。你怎么不说谢谢我？谢谢爸爸。里面还有我最爱吃的布丁糖。嗯，好的。大家好，我是明儿哥。非常感谢大家给我们的支持，在这里万分的感谢大家。这次我们打包的这个香油就已经圆满的装完了。很多朋友啊也在私信我们，也在评论区里边留言，就是问我们咋个卖，就是如何能够选择到这个优质。但是由于我们只是准备的不充分，我们的店铺还没有完善好，就是也造成了很多困扰。接下来我们也会努力的改善。另外就是今天呢，我们村上的村主任、曹主任也在这里，我也跟村上说了。这次我们所打包的这个水果，所得的一些收益，我们将，就是跟村上的几个，困难的家庭，跟他们买点实质性的生活用品，就是米啊、油啊、纸啊，还有就是面条啊、面粉啊这些，然后呢，跟他们一点点，尽自己的所能嘛，差不多跟他们一点点的个帮助，对吧？啊，好，那在这里我跟大家。简单的干菜哈，有点馋不哟。明儿哥啊，他们在我们太平村代言，推广销售我们的这个香油、沙田油。我们太平村呢，主打产业我们的西瓜、梨子、柑橘，农特产品非常有机绿色的。我们秉承了这个食品安全这个理念。所以但是记住他们这个平台呀、啊、跟大家隆重的推出我们的农特产品。但是这个平台呀、啊、这个农夫啊非常具有爱心的，他马上将这一次的收益都想捐赠慈善的行为公益的，与我们的困难群众进行这样子一个援助。感谢大家的支持和放心的消费。好，谢谢各位，谢谢大家。接下来我们还得有沙田油啊这些，我们努力的完善我们店铺，也会向大家给展示出来。谢谢大家的支持了，谢谢。